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俩人骑着马并辔而行，一块回狮子园。路上哥俩突然聊起了胤祥的婚事，一听说老十三自己相中了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不仅是个汉人，还是越户子弟。老四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荒唐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么一来，哥俩几乎同时勒住了马头，后边远远跟着的80名王府护卫也都急忙勒住了缰绳，不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究竟忽然出了什么事儿。胤祥抬起头来看了看天，阴得很重，铅灰的云压得低低的，缓慢又略带迟疑的向南移动着，时不时的还飘落着纸屑一样的雪花在风中盘旋飞舞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，四哥，要说这个人你也认得，就是上一回在江夏泼了我一身洗澡水的那个阿兰姑娘。什么？就是那小丫头啊？哎呀，这叫四哥怎么说呢？这阿兰模样长得倒没得说的，只是她这身份，哎呀，四哥，这么着，我出钱把她买出来，请四哥在内务府弄一张空白的台籍文书，把她抬入旗籍，然后找一户破落的旗人认她做女儿，那人不知鬼不觉的，怕什么呢？十三弟，祖宗家法难违呀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何况这事儿啊，他根本就瞒不过老八他们。十三弟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好女子多的是呢，你何必非要找一个贱民呢？不成。什么？四哥，哼，你说贱民？哼，远的不说，就在我朝我代，我的骨肉兄弟里头就有一位善心向佛的皇阿哥，曾经与一位汉家越籍女子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缠绵感情。那个女子后来被族人用火活活的给烧死了，可是她至死都没说一句话，只是她那双悲戚欲绝望穿重山的眼睛日夜折磨着这位龙子凤孙，叫他彻夜难眠，叫他梦魂不安，叫他变得心如铁石。胤祥的话还没说完呢，胤禛早已是脸色苍白，举目望天，眼睛已经红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胤禛突然扬手啪的打了胤祥一个耳光，厉声说道，走回狮子园，你要是再提这件往事，我就与你割袍断义。说完双腿一夹马腹，那马扬鬃奋蹄是绝尘而去。胤祥打了个愣着，急忙猛加一鞭也追上去了。也不知为什么，胤祥虽然挨了四哥一耳光，但是这心里头倒好像清爽了许多。俩人回到狮子园门口，天快黑了，朔风微笑之中，雪花也渐渐的大起来了，已经在坚硬的大地上盖了薄薄的一层。胤祥远远就看见高福带着三个世子在门口挑着灯笼守望着呢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官员，穿着雪燕补服，戴着青金石顶子，就对身旁的胤禛说，哎，四哥，你瞧，那不是戴铎吗？胤禛也是一愣，正要说话呢，戴铎早已迎上前来，磕头施礼说，奴才给四爷请安了，给十三爷请安。本来啊，刚才在路上哥俩的心情都不大好，但是打马扬鞭狂奔了这么一阵子，哎，心情好了许多了。
印祥一边翻身下马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嘿呦，戴铎，你这马屁精，你不老老实实的在漳州办差，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你倒是活得结实啊！瞧，吃的黑红油亮的，看来呀，一时半刻怕是死不了喽。”戴铎偷偷看了看胤禛的脸色，看那样子呀，没不高兴。再说呢，老十三胤祥打小是在四贝勒府里长大的，彼此玩笑惯了，所以戴铎听了十三爷的话，急忙躬身凑趣儿陪着笑说：“哎呦，十三爷，您这么慷慨，奴才怎么舍得死呢？得伺候着爷封了王，娶了福晋，生了世子，活那个百八十岁的，奴才才能去见阎老五呢。”胤禛没等戴铎说完，便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得得得，往后啊，你们见了十三爷也要规矩点啊，接着我的信了。”戴铎吐了一下舌头，急忙一本正经的说：“啊，是接到了，奴才是十月初七回京城的，当时呢主子已经走了，遵主子的命令看了看遵化的庄子，又回到北京，正好年羹尧也来京城述职，他也惦记着主子呢，这不我们就一块来了。哎呦，这一路上的道啊真难走啊。”胤禛一边听戴铎说，一边往里走，到狮子园东北角的范清阁的时候，年羹尧已经迎出来了，只是乌思明腿脚不方便，坐在椅子上静候。见胤禛胤祥进来，乌思明急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瞧这神气，今儿涉猎，两位爷想必得了彩头啦。”胤禛收敛了笑容：“嗨，吴先生，哪有好事给我们得呀？哎，年羹尧、戴铎，你们都坐下吧。今儿个老十三差点死在莆田，这不刚刚才劝说着好点了。”说着就把今天围猎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乌思明听得很仔细，中间没有插话。年羹尧和戴铎交换了一下眼光，这才说：“四爷，不管皇上赐如意是什么意思，今儿个几位爷都用尽了心思，其实啊是各做了一篇文章。”乌思明接过话茬，冷冷地说：“呵呵，这还用说吗？难穷其妙，表面上看是大阿哥和三阿哥出风头，其实啊最有心劲儿的还是八爷。好嘛，他成全了万岁尧舜之君，他自己做大禹岂不是顺理成章吗？”胤禛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们都瞧见了的，我是坐定了听天由命的宗旨。大哥呢实在是太热衷了，今儿三哥虽然没掺和，但说不定啊这也是他的一步高招啊。”年羹尧接过话茬：“四爷，这三爷可是个谨慎的人呐，他这么做可能有他自己的打算。本来嘛要扬长避短，他的特长是文事，这武的上呢能耐有限，说不定啊万岁爷倒赏识他这个藏拙之道呢。哎，倒是横地里杀出一个十爷，有点出人意料。”乌思明轻轻一笑说：“呵呵，说十爷离不开八爷呀，哼，这八爷可真是聪明啊，他是要什么有什么呢。他在那边开网放生，莆田里头仍然有人替他厮杀。十三爷今天这个药引子放得好啊，其实是逼着八爷也露了露相。”老四胤禛愣愣的听着，他看着院落里越来越大的雪花，好久才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如今的事儿可真是的，太子还在位呢啊，
兄弟们之间就这么个样，万一要是真有个什么事儿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哎，真是令人可怕呀。今儿一早去烟波制爽斋，马蹄就告诉我说，八阿哥不到一个月就盘清了刑部的案件，万岁爷还夸奖他来着，说印寺毕竟不是凡品呐、啊，牛刀一试，快不可当。他要是也有什么别的心思，再加上大哥三哥，那真不知道将来怎么收场啊。如不明哲，恐怕不能保身呐。印祥却冷冷的一笑说，哼，爹娘的做春梦了，都是些什么心思啊，敢亮一亮吗？刑部的事啊，我只是随大溜，做主的是八哥，我也没心思在里头折腾。可是我这心里一直就纳了闷了，怎么这查来查去，嘿，宰白鸭的就张五哥这么一个案子。哦，刑部那么多的案子，那么多的犯人，就这么一个冤杀的，这才叫放屁打梆子，点子赶得倒巧啊。哎，四哥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只要是让我去翻腾，我就去见万岁爷重查。哼，不叫我好过，大家都别安生。乌思明却十分平静地说，哈哈，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哪有一蹴而就的？难道我们就不能当个渔？他本想说，我们就不能当个渔翁啊？但是这个渔翁的翁字还没说出口呢，就见狗慌慌张张的进来了，连签儿也顾不上打，径直来到胤禛身旁，在他耳边如此这般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后退一步听命。胤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了，眼睛闪着幽幽的绿光。哎呀，吴先生，太子来了，他单独一个人，说是要单独见我。天近子时了吧？这么着，叫高福去回禀太子，就说今儿晚上我在果亲王那儿被灌醉了，这会子人事不醒呢，明天一早就过去请安领训。狗听了转身就要走，吴思明一摆手，慢，四爷，是非之时，是非之人，不可拒之门外呀。四爷，这么着，能不能请十三爷带你见一下呢？一句话提醒了胤禛，对，就按乌先生说的，十三弟呀、啊，你去瞧瞧，哎，记住，他扔什么你接什么。乌思明紧接着说了一句，对，接住什么就放什么，记住，一句词实话也别说，明白了？哎，明白了，乌先生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应付。印祥点了点头，起身出去了。屋子里静极了，人人都有一种大事临头的感觉，都在紧张的思索着，这究竟出了什么大事了？这么大的雪啊，这么晚的天儿，以太子这样尊贵的身份，怎么独自一个人来访四爷了呢？乌思明看了看众人，对端坐不语的胤禛说，四爷，咱们两个去屏风后边听听吧。吴先生，您就放心吧，老十三他应酬得下来。乌思明一听就明白了，感情胤禛呐是自视清高，不愿意听壁角，故作矜持贵人心性。他点了点头，起身架起拐杖说，四爷，举大事不拘小节，我不但要听其言，还要观其色。说完架着拐杖出去了。印祥来到前院一看，果然印仍独自一个人在养瑞轩中背着手来回跺着步子呢，身上没掸尽的雪花还没化完。
印祥从屏风后面稳了稳心神，跨前一步打签行礼说：“哎呦，太子爷好兴致啊，雪夜独游，这早晚还驾临狮子园，十三弟给您请安了。”印仍好像惊魂未定，被突然出来的印祥吓了一跳，半天才回过神来。是老十三呐，你四哥呢？回太子爷。哎呀，四哥呀，他平常不喝酒，今儿呢去七叔那儿一趟，正巧碰上万岁爷赏七叔酒，就留着灌了他两盅，这老亲王的面子也没法驳呀，还就这么大两盅酒下去。哎呦喂，你瞧他醉的那样，哎，胡话满天呐。我在隔壁呀、都睡不沉。哎，太子爷，瞧您气色不大好啊，敢怕是走夜路受了惊吓，还是冻的？哎，谁在外边？是坎儿吗？快着点给太子爷沏杯艳茶来。印仍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，焦虑的看了看满脸不在乎毫无心事的印祥，叹息一声坐下了，摆了摆手让高福命所有的家人都退下去了。但是家人都退下去了，他却沉吟不语。印祥一看他的脸色不对，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好像内心十分紧张，心想准是出了什么大事了。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斜欠着身子坐在太子对面，试探地问：“太子，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”四哥呀，他实在是醉得起不来床，要是我能给您排忧解难，您就只管吩咐。哎，要是不方便的话呀，那明天一大早我就叫四哥去青书山馆。太子胤仍越发显得有点烦躁不安，他的脸上青红不定，喘着粗气，好像内心斗争十分紧张，几次张了张嘴却又欲言又止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十三弟，你凭良心回答我一句话。”哎呦，太子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吞吞吐吐的？究竟有什么事儿？你倒是说呀！十三弟，你觉得我平常待你如何？哎呦喂，太子，你怎么问这个话呀？那还有什么说的？恩重如山呗。谁都知道，四哥和我呢，是您的哼哈二将，您是瞧着我长大的呀。我打小受了人家多少窝囊气呀、还不全亏了四哥和您。哼，要不然呢，不让人给作践死，自己也得气死了。印仍的脸色更加苍白，他看着忽悠忽悠闪动的蜡烛，竟然无声的淌出了两行热泪。印祥一看不由吓了一跳，赶紧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一步。哎呦喂，太子爷，你这是？太子一边掏出手绢来擦着眼泪，一边摆了摆手说：“哦，十三弟，不该你的事儿，兄弟，你好好坐着。”印祥是越发着急了。哎呦，太子爷，俗话说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怎么能说不干我的事儿呢？印仍正要说话，就听墙角的自鸣钟咚咚撞了12声，已经是子正时排，也就是午夜12点了。太子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忽然从椅子上一滑，竟然双膝跪倒在印祥的面前了。印祥一看，慌的是面如土色呀，头嗡的一响，赶紧也跪下了。哎呦我的老天爷，太子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不是要折死我吗？
就是天塌了，地陷了，日头黑了，好歹你也说出来，让我也明白明白呀。晋仍好像不胜其寒的抖动了一下身子，恐怖的脸都有点变形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：“好兄弟，我如今大难临头了。”或者今天夜里，或者是明天早上，我就要被废除了。尽管这事儿啊，已经是议论了好长时间的事儿了，像冰下的潜流一直在冲击着，但是一旦开闸直泻而出，印象还是一时半刻不敢接受这个现实。他只觉得头嗡嗡作响，心跳也加快了，脑袋上的青筋暴起老高，好半天才醒过神来，正想问的话呢，太子又说：“十三弟，本来我是想来找你四哥托付妻子儿女的事儿的，没想到他吃醉了酒，不过你在这也一样，四弟面冷你豪爽，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古道热肠可以肝胆相照的男子汉，自古以来被废黜的太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，我死不足惜，可是世子还小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……”说到这儿已是泪如泉涌。太子爷，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啊，你倒是说呀。十三弟，这会儿我心里乱极了，这里头的委屈也太多太多，那真是一言难尽呐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小人蒙蔽圣聪，下了毒手，皇上盛怒之际，我又无从解释，反正是雪里埋尸，日后自明。十三弟，你和老四可绝不能见死不救，撂开手不管我呀。印祥听了半天仍然是不得要领，但是有一点很明白，太子肯定是出了大事，而且有难言之隐，也就不再问了，急忙双手把太子扶起来。太子，咱们君臣一场，知心换命的，你可不要小瞧了我呀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至于太子妃和世子那头，那你就更不必挂心了，说到天边也是骨肉亲情，不是？你放心吧，全包在我身上了。胤仍慢慢的站起身来，看了看不紧不慢走动的自鸣钟，神色悲戚中又带着茫然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十三弟啊，我得走了，我要走了。”他喃喃地说着，好像在梦中说梦话似的，说完踉踉跄跄，像踩着棉花堆似的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之中。